家好，我叫苏里顺妹，叫我阿妹就好了，阿妹阿姨或者阿妹阿嬷都可以。因为我快60岁了，会来学习打鼓是怕我以后会得了那个阿兹莫海症，打鼓会让你完全放松释放压力，所以非常鼓励我们所有的银发族来学习打鼓，因为打鼓会训练我们的脑力，活力四射哦，会比较活泼哦，像龟兔赛跑一样，我会学着那个乌龟一步一脚印，相信持之以恒一定会有一点小成果。不要因为年纪大不想出门，更要出来打打鼓，会让你精神焕发，活力四射，保有一颗年轻的心，不会老哦，变得会活泼开朗，活泼美丽又大方，加油，谢谢，为自己加油。Ha ha ha.